本期是悬疑推理主题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当嘉宾们遇到各种奇葩逻辑的题目会有怎样的反应。什么布不能做衣服？什么布？什么布不能做衣服？什么布不能做衣服？什么布不能做衣服？什么布都可以做衣服？什么布不能做衣服？我布。我布。瀑布。瀑布。瀑布。不聪明吗？你玩吧。好嘞，请坐的人用台坐，来请各位老师我们台上就坐，我们正式开始了。好嘞，谢谢，来请各位老师直接上台，台上就坐，台上就坐。我其实刚刚就差一刻，我就说了，你再请问我一个，我不信。来，请各位老师台上就坐，请各位老师台上就坐，我们正式开始了。羊来了，猜一个水果。羊来了，猜一个水果。草莓啊？为啥？你回答为草莓，你还问为啥？零零零零，猜一个成语，四个零，零零零零，零零零零，无依无靠。我们俩在干嘛？零零零，缺一不可。零零零零，猜一个成语，四零。四大皆空。你先过看一下，你先，我们先处理一下你。我觉得无依无靠。一到。最勤劳，哪个数字最懒？七最勤劳。为什么？因为早起。我要早起。一最懒，二最勤劳，因为一不做二不休。对。哦，现在想起来了。但是。羊来了，打一个水果。羊来了。羊来了，羊过来了哈。羊来草莓，哦，那么狼来了，杨梅快点，杨梅，然后狼来了猜一人名，狼来了猜一个人的名字，杨迪，对，杨的敌人，对，嗯，好棒。我们来看图猜成语，这个比较简单，嗯，老态龙钟，哎，为什么他们回答的这么简单呢？我们猜的都是脑筋急转弯，我们有点太简单。画蛇添足，画蛇添足，你们想想，怎么玩的？火千疮百，火炼真金，千锤百炼，火上浇油，打金，锤金，打铁，趁热打铁。异国他乡，异域美女。你好，你好。鸡同鸭讲。三个女人一台戏。对牛弹琴。国际聚会。两种语言，二语。二语，双语播，双语主持，三言两语，三言在哪？啊，三人说话两语，无语，工商，令人无语，谁语？学生语，语，谁语争锋，语，缺语，语，无语，五音不全，工商绝句语是？对，工商绝句语，五音不全。你看语。我知道你们，我不是问你知不知道，我问你看了没看。哎，什么题？什么题？谁是他杀？谁是自杀？这个门上的男的是自杀。这个人是他杀是吧？对对吗？哦，那就是他是。不是，因为、哦、对对，因为刀从后面来的人，普通人砍不到吧？这个血都在后面。见到很猛、哦、他穿着拖鞋 拖鞋是朝那边，所以他刚要走、哦、因为那个女生的拖鞋在那儿，是他的拖鞋在这儿，嗯，哦，女生的手上有血，男生的没有。哇塞，曹导在看吗？曹导这盘他坚决不看。先进来的是 A 还是 B？ 玻璃都是碎的。对呀、啊，好嘞，来请这个有人拿着手电筒 ，A 是先进来的，啊，嗯 ，B 是先进来的。好的，为什么？嗯，因为 A 拿着手电筒，他在最后进来。哦 ，B 是先进来的，因为
落叶叶子少了。哦。树被人冲过来。好好好，你聪明死了，那你来打好了呀。本来人家是邀请我的，结果你自己在那儿打打打。你云之羽也不看。哎呀。我的高光也不给我，杨迪，我看你能火多久。你自己答不上来，怎么还恼羞成怒呢？把答案给他说一下吧，让他答吧。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还不行吗？这种题，我不打了。这么难的那种考智商的题，这种聪明的人才答得出来的题，我不答了还不行？哎呀，别感觉好烦人，这俩人，这俩戏精了。什么布不能做衣服？布布。瀑布啊啊！为父子去买帽子，为什么只买了三顶？两对父子去买帽子啊，因为是爷孙三代。哎，什么河里没有水？楚河里面没有水啊。谁他杀谁是自杀？男的是他杀，女的是自杀。因啊，对，因为那个血是在上边，然后自己很难完成自己对头部的这样的暴击吧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一个原因。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女生的拖鞋在旁边，不是？是吗？啊，是吗？哦。什么布不能做衣服？石头剪刀布。也可以，可以。这个还是布。布布。布布。布布不能做衣服。我听个腹部。腹部。两对父子去买帽子，为什么只买了三顶？有一个女的。有一个人有戴帽子了。有一个人没有头。没头那是啥玩意儿？这道题你们终于派上用场了，好好答。有个秃顶，哦，有一个是爷爷爸爸儿子。对对对，你看我多聪明。哎呀，好聪明啊！什么河里没有水？什么河里没有水？天河、银河。也可以，正确答案是棋盘里的楚河。下棋，什么比赛是往后跑的？什么比赛往后跑？拔河。对，你看我这真是聪明。什么样的山和海是可以移动的？水里的。人山人海。这都没看出来。一到九，哪个数字最勤劳？哪个数字最懒？七上八下。一不做二不休。对，你拿着吧，你拿着。你就不能四处看看吗？是眼神不行啊，还咋的？羊来了，打一水果。杨梅。杨梅。羊来了。狼梅。狼梅。羊来了。一起啊！羊来了。脑筋急转弯。草莓。啊，对。草莓不晓得，我主要肯定就是狼来了，打一水果。杨梅。杨梅。那么一个狼来了，那一个人名谁没？杨梅了。狼。杨迪。狼来了。杨的。这是杨迪自己给你们下的任务吧？掩耳盗铃。来，博哥一起。化石天族，这蛇呀，那是啊。嗯。这是瓮中捉鳖。不是。老太太笼中。哎呦。工商奖。鱼。五音不全。哦，五音不全。哦。哦，真的吗？哎呦。对，五音不全。哎呦，这真的是，小高光。